彰化县长卓博元七日上午前往视察，关心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高架工程施工进度。西部滨海公路中区工程处处长陈松堂、县府公务处处长施杰等人陪同，卓县长齐勉借由这项大建设，为彰化县带来大格局、大繁荣。咱知影讲，咱彰化县啊，不但讲办活动办了真成功、真出色，咱对宜兰的基础的建设、重大的建设啊，咱赶快嘛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所以咱就当看到。咱彰化的建设啊，无论是硬体、软体，拢是大格局、大建设，要让咱彰化大进步。就亲像头拄只咱的陈处长所提起哦，目前中央伫咱彰化所做的道路的工程啊，超过100亿以上，还佫加上咱彰化县家己推动的呢，拢总超过800亿以上。这是咱彰化县有史以来啊规模上大的建设。咱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咱彰化县啊，伫每一项的道路交通建设都会当顺利来完成。西滨快速公路我们在彰化县境的这个工程是从我们鹿港沿林大排一直到大城乡的这个西滨大桥，那前长有30公里。那目前在施工中有20公里，那我们分为7个标段在施工。那前线的部分因为有卡到我们荒苑乡的这个路线的问题，这个还有大概7公里的路线，那现在在做这个可行性的评估。那这个整个工程我们预定在106年来完成，那这个可以提供我们彰化沿海地区的一个交通。卓县长指出，西滨快速道路自其就任以来，往北往南皆通畅，唯独鹿港到大城这段未通。经各界共同努力，争取中央支持下，终于让工程顺利执行，预定民国102年陆续分段完工，让彰化县完成30分钟生活圈的目标更进步、更繁荣。公益频道彰华云方院采访报道。